Hello， 你来这干嘛？你给惊喜，曾经只有我们相信的万分之一，实现了。我试过了，不行的。别走！我爱他，我想让他开心。你想多了。我这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能让你觉得轻轻松松的。我想自己解决，我一定能解决好的。好，一直以来都是我的问题，我觉得只有去一趟俄罗斯才能解决的。如果问题解决不了，我可能还会是那个连我自己都讨厌的陈赫。你的问题解决了，所以嫁给我，我要你血统，从此以后一生一世都是我的母胎。谁是你新娘了？